大家好，我是张美惠，团结挺台湾，决定新花莲。我挺我的台湾，挺台湾，不怕困难，挺台湾，自信勇敢，信赖台湾，为爱挺台湾。我以为吼，过去担任记者做主播，所以对花莲大大小小的代志拢完全了解。第二位千人机长的服务，三票都投给你。把这个理念，把这个坚持继续的维持下去。爱少年人的压力真大，爱饲囡仔，爱照顾老大人。蔡英文总统已经有做很好的开始啦，未来真的要动算来推动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2.0长照3.0加倍照顾咱家中国一段。爱心党，张美惠，一票偌千票，一票张美惠，一票张美惠，一票偌千票，好不好？好。